家姐啊，早排咁多假期，出街食饭又多油又多味精，你睇下我又肥咗啦。其实大时大节都唔一定要出街食饭噶，喺屋企煮咧都可以美味又简单噶。我都知道，但我谂唔到煮咩嘛。嗱，要健康又简单咧，一鱼就整柠檬牛油三文鱼啊。好喎、啊。想健康，煮食的用具都很重要。我用的这只 KitchenAid 煎 pan， 物料安全又不黏底，所以煎东西是不需要落太多油的。少点油，健康点，正啊！你看看，煎鱼那时候完全不怕煎得沉皮，油烟又少。讲个小秘诀你知啦，煎东西那时候油少点，可以将食物的油分带出，那就更加香脆啦。今次用柠檬做汁，又用咁少油，加埋蔬菜同鱼，咁你食多啲都冇咁易肥啦。但系你煮嘅嘢咁好食，我惊到时食到停唔到口，咪一样肥。唔理你啦，柠檬牛油三文鱼完成，我唔客气啦。KitchenAid。